但我们没有背叛你，所以我先跟你说对不起啊，什么？还痛吗？略略，但还好啦，就是一点点而已，但还好像还好。我自己也很意外，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，为什么我的手会有感觉？因为两个都傻，对啊。可是那一拳应该是会用到正片，不用，我会生气好不好？应该是用到正片，就是它都已经被打了，能不用吗？再不用就很浪费 ，OK？ 什么都不用做。背包都是为我自己打的。 爸爸是为突然打的，爸爸，等你转头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救护车的背影。有，跑进来。你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没有打我？我这个没有真的打，我全部疯了。哇，这一下这样，你看我这么用力打不到他，想抽弓吗？ 做不到！<笑>我打绝对打下，没有他可以打完过去，我这样，然后再把你打回来，再把你打回来，收工了，这还会说吗？不一定要也还。八大戏剧台，我们不能是朋友。<笑>